ปีไล่ได้ค่ะจ้ะรอเด้อแซวรอเปียรอแซวว่าตู้ไอ้ดีสุขอ่ะโหเปลี่ยนก้าวล่ะเมียนาเว้ยโหลပြောเด้อแล้วโซซาก็แล้วก็เฟซชื่อเชิญอยู่ว่าตัวดีอ่ะดีอสุขอ่ะณเพศสนุงหมดเนาะโหตลอดที่นี่ดิไอ้ช่องเจ้าตัวไหนน่ะชื่อเชิญอยู่ว่าแล้วตัวเป็นซื้อ完全全沒化右邊呢剩下一點點哦ตัวดิเบเบ้ตะชาเนาะตลอดเป็ดซี้นี่บีပြောมาบ่เนาะตลอดที่นี่บีบ่เนาะดีญาเบ้ตะชาเนเน่แม่จั่นเนาะเด้แต่ก้าวแน่ห่าสวยค่ะคุณซี้ปูมาไอ้จังนั้นชอบอ่ะตลอดเป็นมั้นเลยถ้าซาเกเรโซนะเอ๊ะนี่คือว่าท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ตัวไปแล้วที่เท่ละที่ตึกทางละอ๋อไอ้เราต้องมาตัวนี้ยีไล่จ้ะต้องมาเราจ่ายให้กันจ้ะเว้ย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าซื้อได้จ้ะเบเบ้กะตะชาเนาะก้าวนี่右边呢，就这个产科，这才继续再要，这到九个月。哎呀，不得钱了，家里的，我得不得哪里了？你家里要了，生意再大一点，不拉就搞来的。那九个月之后再照 X 光。啊，不拉就搞来，你这边就搞来的。那全部费用正常了，剩下一点点。哎，对啊，老婆，大不了爷爷再看家了的，十万那怕是老婆了，恁恁那边赚了的，的，没搞那哈，搞搞个工农便宜了。哦，健康来了不咯？那医生是说，不用吃到一年，就九个月就可以停了。哎哎，那对吧？就帮忙的时候，等你那等你回家嘛，到我们做了，过过了那段人来人来的，那小娃表的，到时候我们录了，录表来的。其实呢，到三个月之后呢，就是说会好了很多嘛，就点药。啊，对啊，我冬腊那，你不应该冬腊了嘛？对吧？对耶，手腕那边高了咯。ปรมาสังฆาโลตอยะเดหาโซเซประมาณาโชปิไลเดประมาณ15ตอน15ลงอ่ะนี่เนาะ5ลงขึ้นตัวเลยเตะตอก10ลงโชไลตานะตังสินะท่าชูละนะเฟยอยู่หมอปิงเจอ之外呢还有小肠气啊ตัวอ๋อดีลงบ่ดิอสุโยคะอะเปญโหตุละเต็งมาขอเลยอูโยคะอูจาอูจาโยคะ骨架，因为这小肠气是反正属于先天性的，先天发育不良才有那个小肠气。对，骨架有噶是啦，然后都天哪了，没有吧，都天哪个喏。那那个小肠气呢，它好像苹果那么大。哦，那个肠子。嗯。就骨架那个肠子先进来呢，我半天都老是耶的。他是说会痛，跌下来的时候痛。哦，我照着先拿的，都标的。那我一直帮他调整，调整到差不多汽车医院的时候还没到。哦，你没来打的，困难拉到你来的看着，俺老妈不急了的。那个时候他还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还那么大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只有那的嘛，不让急了的路吧？”我那个小，这么多面的不急了的路片里的。那没办法，我一直帮他调了。哎，对，没在在，你在在你没说，不要你来得的。谁知道到了九月之后，哎，我看，哎，全部没有了。哦，过了那半截了，对吧？鸡了，鸡不要了，你一年嘛，那过了老家了，没事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啊，本来呢，他就是要做手术的，还在政府医院排期，要差不多三年。对哇，我啥我快快没路费的，咱们我妈对吧？办好没嘞？那你呢？那是呀，阿彪。嗯。我姓华的。哦。姓马，快乐。快乐。快乐，快乐不断，那个不快乐，快乐。但是我经常的话呢，不经常变化，我三一拖，想要变，三一拖。我跟他说，他那个肠子那个问题呢，他到医院去，本来是要开刀了。老婆跟他一起去有签字的时候呢，老师就是说他就是要排队，正在排队的时候呢，到他要开刀的时候，老师在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就差不多看不到了，他说有时钱都已经交了，他说要开刀的钱，可是他调了七个月、九个月这样调了以后就不见了嘛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倒霉了，要命了，他是
个小肠机呢会随时在发作的，所以呢我们只好比较起码不要帮他调整了。他其实是学过了，那家的家的啊，别不老爱做买卖嘞，那偏僻了着的。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功夫，他都去学过了。他说去学过了，就是说什么功夫都去学了。包括砍价了，别说国外砍价了，他们不要把人家的，人家这样的都掉了。然后他就是啊，我那个有机，做那个做那个农业啊，第二个打标准有机牧民，拿出来算不算有机？对吧？开始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说20%，他都不相信，他说100%，他说我是一个很难讲话。所以，这种就把这些搞得这些蛮固，是吧？我那个一固会，这种咩，你不听啊？是吧？只是保育，啊，大家有的各个吧，记得咱们那地方是做保育，啊，主要内海的地方，大家主要是这边的地方，最高的嘛，俺们是俺们比较保育。他就是说，现在学了那个以后，他就自己做自己现在。对啊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多少年的，啊，都是人家都骗了，骗了，骗他们在中国边。就那都那不大了，不定了。我上次在那个，他老婆跟他说，买已经买机票了，到缅甸去。他说，像那个太阳的嘛，哎，就那地方好在多嘛，两个月现在都好开。这次来，他老婆跟他讲，老师就在那个沙卡伊沙卡的，沙卡伊沙卡的不是缅甸市中心，他说比较偏城外一点，跟他讲，然后说塞车。你比伢活得那近了，那好点那个东西。那现在他要来做医生，是老婆提议说要过来的。哎，当然了，就拉他跑嘛，啊，说你个，我说他是个很难讲话的，可是跟着老婆一起。魏老师，你们会再看一个啊？他说也要跟老师拿介绍费了，他说。他们是怎样的？都没啊，吃苦的。魏老师，你那个电话，门内都听到电话声，我想他买了。他说老师从2012年就来教了好几年了。他说一个头上他要100块就不少了，他说。那啊，要么就是从那个零八教哦。他说真的怕老婆的人。我不打来了，我你那个老公的呀。你教了多少学生？一个人100块佣金，缅甸钱啊！爸妈比妈嘞，爸妈比妈，老师啊，点来这点难度点难大的，不老实嘞嘞，得要我得要呗，不会怕被骂嘞，还没有压骂嘞。佣金我在开玩笑，哎，走了走了，啊，谢谢你儿子。到了我帮你调整是晚上，他正在睡觉的时候才感觉到。我好辛苦呀、啊，我真头痛。阿苗爸呀，嘞，哦，阿苗大哦，你不要啦，都一表嘛，你呀啦，嘞，都阿罗，哦，一表罗边，没嘛叫罗，别蛮难活嘞，这嘛别蛮难活嘞。他白天呢，给我调整的。这里还有一个。不是，主要嘛，表弟啦，好嘛，一表欺负，哪是这样子？人家多少来有钱嘞？他说晚他最主要是老婆呢，在晚上给他调嘛。他说我呢睡着就像猪一样。他说他怎么调就调。像猪一样。对呀，他像猪一样，我才能帮他调整。哎呀，哎，老师，我老牛呗，那一秒多的钱嘛，你不要啦。现在你看，讲话都不听话了。不是，有啦，有啦，啊，有啦，就是一种，起码是那一点。
要来，我就在比较远的地方，那老师跟师母都要过来帮他调整，很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เนี่ยเข้าว่าตลอดนี่มันก้าวเจอเราสู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สูเลยมีอันนี้ยากกันลาบีเราเลยลาบีเราหนีไปเราเราสูจิสุเจนะขอบคุณทุกท่าน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ทุกท่านเลย